依旧是个犀利的辅助，好吧。兄弟们，西洋参上不上火啊？我怎么感觉我今天喝完这个热开水，好像有点厉害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哪个绿豆吓死队友？全军出击！我要翻译，我要用那一招。残余的力量总比绝望更多。怎么呢？啊，这么敏感吗？你们啊，这不必要吧，老哥，用一用让我啊，你护卫的挺好吗？你活下去？什么？根本就没有在打，那还演得这么如此逼真？有点东西，兄弟，红开红开，绵延万万的脊梁，撑起家国傲。让我升二级。什么掉线？掉线是吧？啊什么？还是难开？他怎么搞的他？哦，他怕我用那一招，他先打的小野，格局打开了，这个人是一点机会都不给我。好吧，我酒量很糟，这个爱吟诗的朋友好不了多少。踹他踹他。哎，你怎么下去了你？ OK OK OK， 好吧，看来这那一招没办法用了呀，这个峡谷太多人被那一招支配过了，兄弟们。没打到，气不气？什么？怎么存两下？啊！啊啊啊啊啊啊啊！一代的人们，主宰暴君降临。草里有人，小心！可以可以，我来了，万变之局，我顶，哎，我顶了个寂寞，哎，兄弟们看到没，我这个灯稍微可以那么踩一下。好，你怎么说？巨高高，我觉得没必要再追了呀，老弟们有点执着。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。今天我生日，可以祝福一下吗？祝你生日快乐啊！我现在没有被动，我要稍微老实一点。帮他踩视野，不要怕，有我在。我的宝，要不搞个暴君？活下去，为了无可替代的人们。一箭三连，好吧，兄弟们。活下去，为了无可替代的人们。这稍微没看到他一眼，看到没有？我们搞个什么东西呢？马上有被动了啊，有被动就得浪一下。残余的力量总比绝望更多。能打我呀？哎呦，这个劲突然好起来了。
还是保着孙岩山玩吧。看老死酒量很高，我的爱吟诗的朋友好不了多少。兄弟们，他摇了两万人下来，不要害怕，我在。我觉得人可能在下路的有点多。总为乌云能蔽日，当看不见使人愁。这个暴君肯定要挂边。我来采视野。我下去。请求集合。不可替代的人们。他让我往那边靠呀。正在靠，正在靠。能秒吗？伤害不够也是。算了算了。反正大飞了，那个我们那个药技能都已经丢完了，没伤害。绝望更多。咋说？这个我好像把他击飞了，一套爆发不是那么够呀。我有被动，你们救我！这玩个蛇！没伤害呀，我吐了。这不弄他抓他做人。哎呦，好急啊。长安不见使人愁。哎，可以拿个暴君，看经济差多少。经济领先，领先，别浪费，应该还好。我去采视野，把他们人探出来。绵延万万里的脊梁，撑起家国傲骨。不敢，不敢守塔。等下主宰刷了，那个静静他不打那个的，药不在。咋说？我下去。啊，他空了技能。无可替代的人们。哎，你这挺逗的呀。他这跳过来，走位。怎么说？打主宰了呀 ？One, two, three, what 顶？什么？踢他一脚啊？什么鬼？一个都没打死，哇，太难，难搞啊！这我闪现又用了，没办法开团了。和替代的人们，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这经济又差多少？经济领先，还是领先？残余的力量总比绝望更多。完了完了，这该不会又死了吧？哎，这里落单了呀，兄弟！巨高高，哇，人呢哥？打
了半天没输出啊。我酒量很糟，可能爱吟诗的朋友也好不了多少。完了，老弟，赶紧把中路线清了，老弟估计死了。这一波掉了主宰暴君就有点危险了。状态不好，我先撤。状态不好，主宰暴君获得强化，炮车出击。他下路要带波线，这边卡一手，暴君可能没有。哎，没打暴君，我去踩一下。没打呀。活下去。我把视野踩好。替代的人们。那可能拿主宰了，但好像又没拿。对，走你，没人接。我想去，为了无可替代的人们。冷静，冷静，兄弟们。再拿暴君了吧，我去看一眼。没拿，不是火舞去带远边线，想找机会开一波呀。我这波有闪，技能已经好了。至高高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他怎么走了呀？哇，这个药在干嘛呀？兄弟，我真的没看明白。他这个走了，我是不能忍。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哎哎哎哎、我找到闪现了。好吧，我找到闪了，我闪了会活下来的。不是，我刚才把人都顶在那个药脸上了，他不掉技能。可恶啊！啊！我躲在那个草里面，人都顶到脸上了，他往后走。我感觉我最后一下可能扛着不用交闪了，结果还在。我多留个闪是好的，好吧？我留个闪，就了保命没什么意义，死了就死了，死了算了。下一波有闪现，直接开波好团，游戏结束。能秒吗？一脚踢歪了，那又倒一个呀。那想法是对的，但操作有问题。一脚没踢到，踢到就死了。这个闪现很关键。一箭三连，哟！连到开始撤退。哎呦，我这啊，他开了个急走，减速没减到呀。残余的力量总比绝望更多。好兄弟，这什么？不！哇，差一秒。Yeah. 下。大军团，大军团。哇，这一刀劈的好呀！哦，刚才就差一秒钟有被动了。集合，进攻！打主宰，打主宰，打主宰！下一个，完了，主宰正在被攻击。中卫
两枪门不行，其实还可以，我们开一回，拉到了呀，这能杀吗？打不动，哇，出事了，又掉了。酒量很糟，可那爱吟诗的朋友也好不了多少。打不动，打不动。你听到吧，老师开那个，别搞。收到。我想去，为了无可替代的人们。冷静，冷静，兄弟们。战草，战草，活下去。等那个芈月起来，我这波技能全的。在。残余的力量总比绝望更多。啊，那个死了！哇控！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总为浮云能蔽日。哎，兵线没有了，兄弟们，这波打完后没兵线。请求集合。没兵线。对。找个暗夜小甲，有蓝 buff， 哇，你别死了，开始撤退，好像不太行。哎，可以啊，老弟，你这一波有点东西的。哎呀，我真的是瞬间蒸发。真棒棒，这出错了。这一下被动给我打没了，完了，又把自己浪死了，又是这个位置。我希望你这一次能展示自己，展示自己，这什么鬼？不过这一次他二技能没有中，他还是把别人弄到了。他打了一个射手下来，还是拿主宰吧，拿主宰比较稳，有个残。别，这样拉他了，还好还好，别人没技能，完了还是要死。我大哥。他是知道我在绝望更多。哎，惨的呀。你那个盾给他，哇，这个盾很关键的，兄弟们啊，这个绿盾把他救下来了。暴君吗？撑起家国傲骨，开始撤退。快快快！活下去！站住！一二，但人有点不齐。
技能已经好了。小盖太深了一点。这估计还是要打风暴龙王才能继续战斗。直接蒸发了呀，他这个大傻。一波吧。哇、，nice， 兄弟们，这还好，那个不知火舞也看着我在呀、啊，我大闪大的那个蒙亚，这不知火舞跟了一波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，紧张了。生而无畏。